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文和，然后今天我给大家开个箱，这个是我朋友在亚马逊上买的一个摄像头，是11月7号买的，今天是11月3号，所以在路上跑了6天，然后是做的 COD，开箱 delivery，就是货到付款，价格的话是3499卢布。折合成人民币的话，就差不多是350块钱人民币。现在我们打开看一下，我感觉在网上看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大的，结果就这么小的一个包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个，感觉有点不靠谱。这上面显示的那个退货地址是在新德里。所以这个包裹应该也是从新德里发过来的。新德里发过来的话，现在是6天，其实也还可以吧。新德里是在印度的北边，然后金奈是在印度的南边，所以6天应该还算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拆开看一下。那真的是好小，我以为是那种很大的，结果是这种很小的，小的这种摄像头，球机340多，Made in China，泰和 County 全有electronic。是江西做的吗？不可能吧！泰和全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（Made in China），这边亚马逊上卖3499，估计从那边拿的话，这种100多吧，100多一点点，我估计出厂价。我以为那个球会很大，结果就这么小。所以这边电子产品其实我感觉还是卖得很贵的，等我帮他们装一下吧，他要装在外面。Yeah。What's a stupid thing? 对，start to install。Yeah。Okay，so shall we change the postal file？I'll just use this。啊？The power supply。Don't worry about the power supply. Just to fix it.
OK， 给它装好了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从这里下来，然后又从窗户上面钻了一个孔，然后在里面现在直接把线接在里面了。APP 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感觉还可以啊，这个全高清的感觉也蛮清晰的。